小时候并不觉得姐姐演的不合群，有反差才会觉得更美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不懂，我不太明白他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喜剧的那个笑料是那样的。其实我还没拍完的时候，我已经反应过来了。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周星驰式的那种喜剧方式，参与的演员，所有演员都是疯疯的那种。因为我那时候是二年级吧，在学校还没有学到那些，当时就觉得就是拍戏的时候就乐得不行了，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很后悔，我就没有好好的去参与进去，就觉得我不会演怎么？然后那个郑佩佩，哇，他就演得特别好。美女。是情把浪漫放映，还是种魔法？